观众大家好，我叫阿礼，多谢大家收听我哋嘅频道。今日我哋会为大家介绍岭南面最出名嘅拳种洪拳，而当中我哋会率先以洪拳公子伏虎去演练俾大家睇。而公子伏虎我哋会拆开两套，一套叫公子拳，一套叫伏虎拳。而今日所讲解嘅公子拳咧，系当中最基础，以练功力为主，亦都系当中出名于以氣運力的方式，同埋亦都有一啲好深奧嘅技法介紹俾大家。做埋落去啊！做埋落去啊！好，好，好。我剛才的演練應該意猶未盡，而我現在就介紹其中一口的技法給大家看。
吐露俾你轉我演練過一次嘅。首先就係穿橋、橫行牆、犧牲、跳步千字、搖葉掌。Roll。為了令大家更加了解和明白剛才的套路和招式，我們特意請了一位師兄來為我們親身示範一下剛才的套路和招式的意思，就是當人打你一拳的時候，就要使出紅拳最基本的防禦招式穿橋，然後就第二下橫行牆。當對方捉你的手的時候，你就將他拉伸，然後使出披身以爭打爭。當對方推開你的爭去化解這招的時候，就要用千字踢將對方壓低。當我推你的手的時候，就可以射出蝴蝶掌將對方推開。相信各位都很明白剛才的招式和套路，如果還有什麼疑問就可以 send 來這個 email 查詢。多謝收看，拜拜。美呀美呀美呀，這個可以，哎呀喂喂。